我们希望棒球运动要向下扎根，让这样子的运动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养成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国球哦。所以我特别借由今天这个机会，诚挚的邀请哦，这个魏董事长在未来魏全龙的这个主场能够这个审慎哦，然后评估，然后慎重的考虑新竹市的球场。我相信哦，新竹棒球场绝对会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哦。如果从未来的魏全龙迷，或是未来的球迷，我们怎么把它做感动的服务？所以，把这个产业能不能成为亚洲或美国以外地区，我们变成一个不同的职业棒球的基地，在这个棒球的运动里面，从基层到职棒，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梦，让它能够荣耀台湾，让所有的台湾人能够感动台湾，这样的一个目标共同来努力。赛事太老旧了，再者这个球场里面这个赛事的这个环境哦也不好，地就不平整了，好，所以球员常常会受伤，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想了想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整个把它打掉重练，所以规个拢擦掉。